本月购物清单 ，Oh my god！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排场，我们这个每个月的购物清单，我们的厂商也要进驻了。这个真的非常感谢。那这个产品呢，我跟你讲，我们购物清单是非常严格的。大家也知道，我上个月推荐什么地瓜酥吧，大爆卖，他们厂商打电话来说卖个没啊，大家不要再订了，我们连开两团好不好？我们就是很严格。如果是业配，那我们归业配，但是如果他业配又好用的话，它才可以进驻到我们购物清单哦。以后购物清单的那个业配再加一万，就是要很严格，值得大家推荐，买了大家不会说哎黄小孩这边乱推荐的东西，才可以进驻到我们购物清单。今天要谢谢我们这个 ULAC 白皇后面膜仪，真的非常厉害。我们等一下再来推荐，我们一开始先介绍其他这个月的购物清单。这个月的购物清单呢，我只能说大家你们要开多少集了。首先我要先介绍，因为今天所有就是我跟你讲，不分异性恋不分同性恋，你们都可以用好不好。今天没有美妆产品，就是喜欢美妆的朋友们，你们可能今天会小失望，但是我今天推荐的我真的觉得说好牛哦。等我声音是什么啦，我是吃到什么了？你昨天没干嘛？就是哦，好像有。首先大家就是有看一下我们现在的开箱影片盘，所以就是我跟大家讲浴室很重要，那洗澡呢整个感受有关于整个入住的体验。我那个时候呢，因为我们搬进来嘛，他们前屋主就有附一个，不是附啊，本来就有莲蓬头这些的，但是因为我就想说哎，那个前屋主不知道做了什么，而且就是你知道吗，莲蓬头不是说只有洗澡这个功用，你有时候还是要有吧，同性恋你们懂吧，莲蓬头有时候就是要就是我想说啊，莲蓬头还是要换一个新的。然后我不是前阵子就推荐那个淘宝的嘛，然后我就在淘宝买了一个号称很强的那种，就可以几段几段几段变几段，然后不知道哪一段这边还会冲出水了，我不知道怎么是这个角度哦。他网络上说的什么水压多强，我真的要试给大家看，淘宝还是有不好东西。我这个不是之前团购的那个吗？就是那个韩国的那个香氛滤水器，装下去给他拆不下来呢，因为他里面说什么号称有什么过滤的什么痘痘，很像壁虎蛋，然后真的很像壁虎蛋。然后我整个拆不下来，我拆下来之后连它，你看我连它转下来的时候，我连它都跟着一起转下来，我的香氛滤水器好一夹掉啊！你刚才你知道吗？他把我的香氛滤水器整个吃掉，我要换联盟头，他换不过去，他整个我那是打开了，掉出一堆壁虎蛋来，你可以看，整个撒的我整个地板都是壁虎蛋，然后我整个吓到直接丢掉，然后因为它的水流。拜托大家，我跟你讲，这一次如果你们想要换滤水，就是换联盟头，我先给大家看一下。这是多好拆啊，也不会吃你的这个香氛滤水器，它的那个影片跟照片真的差很多。来，你看这个是要怎么洗，这样会觉得还好，可是你拿比较之后，而且我跟你看它断缩哦，你看变成雾的，你以为在洒水在浇花哦，这我分长裙哎，然后我要转最后一段，我最莫名其妙最后一段，你看我那边这个也很小，也没有说多强的，这不会射出来哎！我那是在干嘛的？烂死了！然后我那时候呢，就想说，我不要再相信这个淘宝的东西，所以我就去虾皮随便看一下，然后看看有没有哪个很强的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其实连蓬头，你那个时候可以换几段几段，你根本你以为在吃霸吗？老人在过那个就是几段怎么按摩不同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们洗澡就只要一个，你们洗澡会变来变去吗？不会吧？就洗澡，你就只要一个够爽够强就好了，你不要在那边换来换去。这一支我真的要推荐，没有业配，虾皮的蝴蝶卫浴真的很棒。然后我连这个整个管子都是直接买的，因为我想说这个也换新的比较好，这个软管超强，有没有？这个卫浴你自己看，这个如果你刚开始前一开始使用一两天的话，那个会觉得皮肤很，就是会有一点微微的痛，但是很爽，你知道吗？洗澡就是要洗这种强力水柱的，偏偏都是一样的水压，怎么可以出来差这么多？而且它这一支才两三百块而已，它看起来，哎，这个好像是什么不锈钢的，真的很好用，而且很漂亮，它有方形跟圆形的，极力大推。我用了之后每天爱上洗澡，一天可能洗两次哦。它洗了就会让你觉得清洁力很强。304增压莲蓬头，它是304不锈钢的，有圆形款跟什么手持款，非常推荐蝴蝶卫浴云林县的厂商。你们的这个莲蓬都好用，
那我看到这个就生气。大家都说哈，去日本啊，阿贝吉的 Dyson 啊，得等啊，日本的电器最便宜啦。但是呢，我现在就是切身之痛，我恨不得现在马上把它摔坏。我跟你讲，因为日本的电价跟台湾的电价就是不一样。日本买回来的电器，如果它电价不是台湾一样的，虽然可以用，但是用久了它就是会坏。所以呢，这台在那个时候在日本买的时候7000多吧，跟台湾差了4000-5000，我到最后还不是买了一台那个变压器，这变压器也要2000多。放在这边有够吵，吵到不行，然后又非常的重，你就放在那边还要这么擦来擦去，然后，哦，我看到这个就生气，让我恨不得再给他摔一个脚。真的假的啦？上次他这样掉下去，我心里是开心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想说 ，Oh my god， 要坏了，要坏了。人家说戴森很不耐摔，起来还是没坏。我要等它坏的那一天。那你知道7000多，你还是懵懵涌懵涌。这边那个老师说是我的最好的位置啊，你放一个变压器是怎样？我的感情会有变数，还是说财运会有变数？是不是？日本啊，便宜就便宜了，但是你还是要看一下这个方不方便了，不要整自己啊。啊，这边就是建议大家不要去日本买电压不符合的电器，但是有些他们是通用的哦，有些电器是通用的就没差。台湾买就不会，台湾买就是台湾电压哦， oh. 所以你不要省那几千块。有时候你去那个Toyota业务，他们如果买车送那个Dyson的吹风机，很多他们很常做活动，你们去跟他们业务说有没有要卖的，他们很常在那边变卖。对啊，那个比较便宜哦。我那边省一两千块，我真的恨不得有时候会想说啊，假装喝水，然后把它摔地上好了。再来，因为我大家有的说想爱。不要再介绍一些我们买不起的，然后有人就说可不可以介绍一些平价的东西。我介绍很多平价的东西耶。那我接下来介绍这个，我不知道大会不会有人不知道，但我觉得好像大家都知道了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这个即溶咖啡哦。对啊，哎，我跟你讲，我是不喝咖啡的人哦。我从来没有叫你买过咖啡的。没有。Oh my god， 这个 G7 越南的 G7 咖啡有够消耗力，超好喝的啦！它喝下去有一种就是以前那种咖啡糖，你知道咖啡糖、哦、咖啡糖牛奶的那种感觉。我真的去越南旅游的时候好像就喝过，然后我后面在家乐福还是全联忘记哪里看到了。我就买回来，我每天早上起床我就是要喝一杯。我跟你讲，它的咖啡非常的浓郁，很香，早上起来喝很爽，是不是？嗯、很像是那种咖啡糖的香味，嗯、有点烫啊，是不是、嗯？是不是牛奶咖啡糖的那种感觉？嗯、很好喝，很浓郁，顺口的、欸，就是不管它健不健康，但是就是超好喝的。哇，今天好幸福哦，欸、很顺，真的很顺。放冰块啊，或者是加热，有时候太冷，冷气团来的时候，这个杯子是某荷包蛋的哦。荷包蛋，好，这个我也忘记多少钱了。它是 G7 的3-1即溶咖啡50度的，它可以放2年，所以还好。我好像在家乐福，因为家乐福它蛮多有那种不同国家会有一条他们自己特色的东西。G7 咖啡推荐大家，如果有喝过的可以在下面留言跟大家讲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真心要推荐的是这个 Ulike 这个白皇后面膜仪，因为之前呢我也团购过 Ulike 他们家的产品。欸、我是他们送来这个之后我才知道他们品牌叫 Ulike， 我一直以为之前那台净毛仪就叫 Ulike， 结果就 Ulike 是你们啊贵公司啊，是贵公司。那这次呢是他们这个白皇后面膜仪，我只能说我真的是啊相见恨晚啊。这位白皇后一直有耳传，就说现在好像很流行那种红光那种改善肌肤状况，红光什么红光什么，我想说刚有这神奇，你那个照光你就可以变漂亮，那有可能，我想说你知道吗，智商税什么之类的。结果呢 Oh my god， 他们就是那个时候我去年团购那个他们的那个净毛仪的时候，他们就寄了这个白皇后，我说小爱你也试用一下。我用完我跟你讲我真的感觉有差，然后我就去研究一下到底是为什么，结果我才发现就是 Oh my god， 他们就是有一位非常厉害的这个名字太年纪了哈，这个迈克尔阿汉布林啊，他们是这个哈佛大学跟麻省理工学院很厉害这个 Ulike 领导团队研发的这个光。然后我去照，因为它其实有很多品牌都有做这种类似的光，但是我只能说 Ulike 只能是翘楚啊。我现在突然想到以前上那种自然课还什么的时候，就有说你如果衣服啊去户外晒，然后那个户外的光其实是有 各种不同的光集合而成的。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你有鲜艳的衣服去外面晒，你的颜色洗完会更鲜艳，是因为户外有一些它的那个光有不同的就是原理这样子来照射它。然后呢我们皮肤呢人体呢，因为像你们眼镜抗蓝光嘛，就是有时候蓝光对我们的眼睛不好，但是红光没差，那红光它是可以直接射到
到我们里面的真理层，因为我们没有皮肤，然后里面有真理，所以那个红光是可以射到我们皮肤里面最深处，你知道吗？我要去看的最远的地方。我今天声音真的不行，我平常唱歌很好听的，我不知道什么是怎么了。蓝光呢，它是可以射到这个415mm。然后呢，黄光是可以到再下去，已经到真皮层的表面，它是可以舒缓，然后有点换，就是提亮感。红光呢，它是可以再更深哦，可以到630nm， 它是可以激活，然后提亮这样子。接下来呢，他们还有一个红外光，因为一般的外面市售的这种红光的面膜椅，他们好像只有到红光，但是 Ulike 这个白皇后呢，他们是有到 830mm， 是有一个红外光，它是可以加速我们皮肤真皮层里面的这个代谢，所以呢，这一台真的是比一般市售的还要再更深更强哦。好，那就是有四种不同的这种光嘛，那我跟大家讲一下，因为外面市售的他们是按照一格一格这样子来安排那个灯那个红光，但是这个白皇后它不一样，它是非常多颗，它是一颗灯座里面它就有四种不同的光，所以它是一个灯里面有非常多光的原理在里面。那它这个操纵非常简单，它就是你要先充饱哦，不是因为我一开始以为边插边用就那边按它都不会让你开，它一定是要充饱这台的电然后才可以使用哦。长按两秒钟它就开了，你自己看，因为一般的格子它是会让你觉得说哎有些地方没有照到，但是它这个呢几乎可以让你整个全脸非常的均匀，不会出现说哎哪边的那个有色差这样子。然后它有四种模式，按一下按一下它就可以变了到这个，你看红外光，那有这个亮肤啊，然后紧肤，还有修护跟控痘。那我自己呢，我真的觉得说我使用大概一个月下来，我真的觉得我的皮肤比较不容易脱妆，而且会觉得哎，我真的这个月好像都没有什么在长痘痘。因为我以前是真的我很容易就是一出去一热我就整个会脸部会出油，然后出油晚上就会可能会冒痘，因为我很容易有闭锁性粉刺。但是我使用这一个月以来，我发现想不到我上次长痘痘是什么时候了。洗澡完之后我会照个十分钟，它只要十分钟，它就是每一个模式就是十分钟，然后你就在那边戴上去，它这边非常的舒服，它这个可以调松紧的吼。那如果你觉得会滑下来的话，它还有附一条头带是可以防止滑落的，但是我自己这样戴我就觉得蛮舒服的，还要戴上去，那眼睛它也帮你照顾到哦。那它这个里面呢还有就是微微的蓝光，因为我们眼睛它会可能对一些蓝光会比较刺激，所以它这个眼睛有特别保护。那它里面的微微蓝光呢，蓝光的作用是可以杀菌皮肤，如果有些细菌的话还是什么的话，你照一下就是可以减缓你这个面泡产生的这个问题，一天就只要十分钟。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上妆前我也会稍微的照一下，我就发现哎，今天的出油没有到之前的那么夸张，因为它就是会刺激你里面的保水度。我真的觉得说哎，光靠光我就真的可以做到一些皮肤改善的一些作用，所以我真的很推荐这个白皇后给大家。那我来一一的介绍一下，它这样长按两秒，我第一个的话是亮肤嘛，那其实我就平常就是啊，我爱亮肤我就照亮肤。它亮肤里面是有红光加黄光，它是可以刺激，因为红光可以射得最深嘛，那它是可以促进我们胶原的新生，然后减少黑色素的这个产生，它的这个可以加速我们肌肤代谢，全面的提升我们这个肌肤的，我觉得亮感，我觉得真的很有感了，十分钟就可以完成一个亮肤的这个步骤。第二个模式呢，它是紧肤，你可以看到它就是红光偏比较重，那它紧肤的话是有这个红光活化胶原蛋白，那它可以提升我们肌肤的这个新陈代谢，趋缓呢细纹，就是因为你这个照下去会可以刺激我们胶原蛋白，所以细纹它产生就会比较淡化，它可以提升我们紧致度，因为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，也觉得我越来越漂亮吧。我觉得知道这些美容产品，然后越来越知道怎么保养自己，我觉得你们也看得出来我自己的本身的效果，相信大家应该有目的共睹吧。紧致度我不能说哎，怎么这倒扣怎么可以紧致，我是真的觉得说，因为我很注重我这个菱角线，还有因为像我自己我本身很少皱纹，我觉得应该是这些有一定有一些的效果在里面。如果你真的觉得说哎，我真的很容易长皱纹的话，你可以不妨试试看一下这个产品。好，接下来是这个修护，它这个黄光呢是可以改善我们肌肤的这个状况，有时候你就觉得啊，我这最近皮肤好糟糕哦，一直长痘痘，它黄光就是可以改善。那这个红光呢是促进我们细胞的增生跟这个代谢，那可以全面的改善我们泛红。哎，它泛红其实很有效哦，如果你常常很容易泛红的话，你照一下真的非常的有感，那它可以这个增强我们那个皮肤的保护度，所以这个是修护。如果就是皮肤状况很糟的话，就不要先求其他的功效，先用这个修复的这个功能。接下来呢，第四个是控痘，不是说只有一个灯，它里面其实有四种灯光，
四种灯光在照护，所以它其实每一层都有照护到哈。那它这里面有一点点蓝光是可以这个杀菌的，那它可以改善我们就是一些面袍皮肤的状况哈。那可以减少油脂的分泌，还那个里面的红光呢是促进胶原蛋白，那全面的减少我们这些粉刺，改善我们的肤况。觉得如果你是皮肤不好的话，就是修护跟孔洞后面两个先做，那再来看前面的亮肤，再来提升这样子。反正一台你可以用非常的久，非常方便啦。因为像我每天洗完澡就是这样戴戴戴戴，十分钟。休息一下，躺在那边，你会觉得说哦，很舒服，好像做完了一个医美的感觉。其实现在这种家用的美容产品越来越多了，我发现我去医美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，因为其实在家就可以自己做，干嘛还这样子大费周章跑去一趟，然后花那个钱？这台我是真的蛮推荐大家的。好，那因为它之前的这个净毛仪，我真的用起来非常有感，相信有团购的朋友你们也知道哈。我就是对这个它的产品首先就已经觉得说，他们应该是专门做这些类别的，所以就非常有信心了，而且呢。他们这个还有通过这个 SGS 的这个认证哈，也保证说14天你就有感觉。我是真的用起来，我是真的，你去看一下我可以放一下我素颜的照片，就是一些对比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肌肤我觉得真的有改善啊。而且我觉得这种就是家用的美容产品，你知道吗？尤其是年节快到了，除了说剪头发满了，很多医美诊所其实也都满了。你会觉得，这边塞车，你不如自己在家里保养，可以节省一些时间，然后效果又没有说，差在哪里？天天都可以这样子保养的话，那过年亲戚最爱比什么？那就是脸蛋。除了你的这个有没有结婚，是不是单身之外，他说，哎呦，这给你看碎呢，我现在很像过年的亲戚呀，会呀。啊，你的面那安奈你是做什么医美？没啦，我有忘记了白皇后面膜仪。真的，就是有时候你要同学会最夸张，去怎么参加什么重要场合，你来不及急救，来不及保护你皮肤的状况，你就是需要这种天天这种保养。我跟你讲，你随时都是准备好的状态，你不要说等到临时抱佛脚，赶快去打个什么什么东西的。这个天天用，你的皮肤状况就可以一直维持的都很好了，这样子真的推荐给大家咯。只要买这台的话，他还会送他们这个精华液，安瓶精华液，冰肌冻干，还有这个水光保湿面膜贴。好，那这个我们的折扣码呢是 ULIKE HXA， 就是黄小爱的前面的头哦，是 Oh my god，折600块，然后再多送这两样，所以就是它原价再折600块，非常多哦。所以大家下面的资讯栏连接点下去的话，记得它下面有更详细的介绍哈。觉得还不错的话，想要带回去试试看的话，记得一定要输入我们的折扣码，就是折600块。你不折，你想说没关系，想要我们原价买600块呢，你都可以去买我们那个越南的 GC 咖啡两包了。都可以买那个莲蓬头两个了，对不对？好啦，所以就折一下好了。接下来这样呢，我只能说，我这样算是介绍他第二次了嘛？因为我在新家开箱那集有大推他，但是我真的很怕你们没有看我新家开箱，我真的很推这个微波炉，是这个百慕达的微波炉，它除了很漂亮，它就是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有一种工业感。我上次是不是讲过一样的话？非常的漂亮，而且它这个颜色好像是台湾先出的黑银，然后白色算玫瑰金配这个深灰色是台湾限定的，它以前是只有日本有，是最近才出了台湾版本，然后我预购了两个月它才，而且这台我先跟大家讲不便宜，19000，因为想微波炉2000-3000块，因为我是每天我们都一定要我们家的那只狗啦娇生惯养，看一下它，老婆蛋，你是王子屁。你是不是王子病？一定要用好的微波炉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看，叫不过来，因为他每天都要配这个鲜食，他不吃饲料，所以我就是想说，哎，我每天都要微波炉，然后我们家就这么小了，微波炉一定就是要摆出来。那我摆出来，我叫一个，你知道吗？一个面子，人家来我们家，我就是在这边。啊，对啊，对啊。那、啊、你最近做什么工作？哦，19000了。美观漂亮又有质感，提升你整个，然后又很好用呢，因为它不是那种转盘。哦，我刚微波还有微蒸汽。嗯，怎么会有东西？好样。干嘛？怎样？昨天做完冰微波，微波它鸡腿了。我就已经特别拿一个盖子叫它盖上去，你看还是给我流出来，这么贵，我真的是要傻眼。好想我打开来介绍，不然我就要回家过年了呢。这里面有长蛆，我跟你讲，好恶心、喔。那你会丢掉再买一台新的吗？我会请商再寄。好呀，那个装潢兵名字给我打出去。它里面它不是那种转盘式的，因为
有时候你转盘式的，有时候会卡卡的，然后那个有时候那个玻璃会翘出来那边翘。转了之后它还不够受热均匀，但它这台受热非常的均匀，它也是可以调功率的，我给大家看一下。你看，它原本自动就是你按了它转多久就转多久，然后声音 ，Oh my god， 好像有一个什么红发艾德在你前面弹吉他，然后。手动，它就这边就可以调。你看，600瓦、800瓦，还有个500瓦。然后按下去之后，然后你要转几秒钟，什么都可以按下去。Oh my god， AD Sharing 吗？ AD Sharing， 然后还有光哦。现在、哦、它结束会亮光，你们再看它很好看，非常的漂亮。我想说，它还有特别一个饮品功能。我想说，阿伯就前面微波就好。它的饮品很厉害，我早上起床有时候寒流来，前阵子霸王级寒流，它可以，可是这个有点，你刚刚喝太多了吧？太好喝了。对，它可以看牛奶、咖啡，它有自己感应哦。没有，你要自己看你要什么，然后咖啡，你是用一杯、两杯、三杯，一杯按下去，帮你调好这个温度了，然后出来，它的那个烫。它是刚好顺口，不是那种过热，不是那种烫会碰回那一种。但是你的，但是它不是那种没沾沾的胖。但是因为你刚刚已经喝太多，这个已经有点少了，所以我怕过烫。好，这就不是正常的饮料杯。然后呢，因为日系他们都是小家电嘛，然后小家庭在日本这生育率很低，所以呢，他们有时候一锅白饭煮了会吐胸特的，所以日本很流行就是分装白饭，然后一小包一小包的。所以它特别用一个就是微波冷冻米饭。它微波起来很好吃，然后也是按下去，你有一碗要微波还是两碗这样子？微波起来，它就是你知道吗？它就是可以刚好就是米饭适合的热度，米饭适合的那个时间这样子。然后最后一个呢，解冻嘛，解冻都不用特别介绍了，有全解冻，还有半解冻，还有烤箱功能。Oh my god， 它有附一个烤盘，它有说微波太特别怕你，就是这个小心思叫做它有特别一根浮雕，微波不可以使用哈。那你要烤箱的话，它就是可以，它两边就有这个夹层，看你要放下面一点，还是说你要烤焦一点，放上面都可以。因为微波烤箱这样烤起来，是真的可以烤啊？不然呢、欸？啊、不然你烤完再喝垮呀？它功能很齐耶、欸。你有了它，你就不用再买烤箱。对。所以我觉得19000，然后以它的这个质感，然后以它的做工，以它的这个牌子，以它的这个效果来说，因为微波炉它不是一个你一年内就会换掉的东西。嗯。你以长期的这个 CP 值来算，我才用一个月我就已经满意到 欧罗嘎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有这个预算，或者是你刚好最近想要换家电，你越长大你会越知道，好的东西它是值得那个价钱的。你买便宜的一直换，不如一次买一个好的，会不会下个月就坏掉了？下个月坏掉，我们购物清单会拍出来哦。好，百慕达的，他们这个日系非常知名的这个家电，那他现在有台湾的代理了，所以也有出台湾的，所以你不用像刚刚那个戴森一样哦，买台湾的就好了。可是他好像是，他的电压是可以通用的，因为很多人之前台湾还没有出的时候，就直接从日本那边扛。哎、欸，真的，一台很重，所以我觉得买台湾的就好了，因为它是有台湾的，然后有保固什么还比较好。不然你那买到水沃也是不安心的，因为一台蛮贵的。我真的，香味一层，怎么？那还会提醒你。啊，这一集看。所以我就好了，这不要剪进去了。就是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影片，谢谢 YouLike 这个白皇后面膜仪，那我们下个月的这个购物清单见喽，大家拜拜。